先做一个牵制野上跑再走，捕手这个球传过来 out， 这一回是一个盗垒阻杀，哇，也让过去是连续14次盗垒成功的唐兆廷这时候呢变成是一个盗垒失败，赶上第一时间的一个起跑的动作就没有做得很好，但这个球其实最主要的是徐耀等真的传的位置也不差，再加上进来补位的一个野手接到球之后刚好可以触杀跑者的一连串的动作都还蛮流畅，对，刚好手抬起来一碰刚好碰到